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金字塔、巴比伦空中花园以及墨索拉斯陵墓，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。除此之外，像彩虹树、荧光洞穴、彩虹山这样的奇观也不在少数，让我们走进最美丽、最奇幻的角落，探索各种各样的自然奇观，置身于仙境般美景中吧。彩虹河，我们知道有粉色的湖泊、沙漠绿洲和虚拟草迷宫，但以下这个自然奇迹非亲眼所见都不敢相信真实存在。哥伦比亚的彩虹河长100公里，由橙、红、黄、绿、蓝各种不同的颜色构成，这样的大自然杰作在地球上绝无仅有。彩虹河坐落在哥伦比亚中部，位于梅塔省与世隔绝的偏远山区，该地区通过陆地步行到达，游客可以先飞到附近的拉马卡雷纳小镇，然后短途旅行来到彩虹河所在的马卡雷纳国家公园。彩虹河在当地又叫五彩河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自然奇观之一。河流的颜色来自于一种当地特有的名为马卡雷纳的水生植物，它们生长在河底岩石的表面，从而形成了五彩斑斓的美景。彩虹树，这些桉树就像是被涂上了颜料，称之为彩虹树。彩虹桉树主要分布在菲律宾和印尼地区，甚至在美国夏威夷、加州和佛罗里达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但不管任何地方的彩虹树，其彩色现象都是由独特的树皮结构和层次所导致的。树皮由形成层细胞分裂而成，每个细胞富含大量的叶绿素，植物的鲜艳绿色就来源于它。在形成层细胞的生命周期内，其鞣质含量会不断变化，从而使颜色范围产生了从红色到棕色的变化。这些物质变化组成加上相对潮湿的气候，才在树皮上形成了彩虹的效果。玫瑰石，玫瑰石既不是石头也不是玫瑰，在墨西哥、突尼斯和亚利桑那州少部分地区有一种名为玫瑰石的奇石，其主要成分为石膏，是石膏与沙子在干旱且富含盐分的环境下发生蒸发作用后的产物，平均直径为10厘米，颜色由其形成过程所决定。玫瑰石除了外形独特，尽管颜色和形成场所不尽相同，但在紫外线照射下均呈镍白色。冰刃森林，无论是童年时最爱的堆雪人，还是工匠手中的冰雕艺术，将冰雪制成各式各样的观赏品已经成为了一项传统，许多人对此也见怪不怪了。然而如果大自然也参与进来又会怎样呢？在智利的一些地区有着迷你版的冰刃森林，森林周围看不到任何的冰雪。1835年首次被发现，这些名为忏悔者的冰钉最高能达到5米，它们是升华作用的直接产物。升华作用是物体在受热状态下从固体直接变成气态的化学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尖刺撞了冰锥，又进一步聚集了阳光，从而加速了升华作用，直到整片土地上都长满冰刺。怀托摩隆洞，这是一个时空静止的地方，一个保存着永恒秘密的奇迹，据初形成于3000万年前，在这片新西兰的心脏地区，它自然的恢复神功无处不在。怀托摩隆洞内生活着一种新西兰特有的萤火虫，这种萤火虫通过发光吸引其他的昆虫靠近，并将它们缠在自网上，使其无法逃脱。隆洞内有数千只这样的萤火虫，因此这里成为了新西兰北岛最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。游览是通过乘坐竹筏进行，期间可以看到洞顶成群聚集的萤火虫，这样的场景绝无仅有。捕食需要力气，萤火虫越是饥饿发出的光就越亮，亮光会引来其他发光昆虫，照亮这整个洞穴。好卡道鹿山谷，位于冰岛南部的好卡道鹿山谷经常上演着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，这些古老而惊艳的演出总是能如期而至，而且这还不需要门票。在间歇喷泉地热区有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热水泉，但只有两个能喷发至高空，其中大间歇泉是最为壮观的，其喷发高度可达70米。除此之外，该地区还有另外一个
名为 Slokku 的喷泉，喷发高度超过30米，频率为每10分钟一次。开好相机的连拍模式，就能拍到令人惊艳的画面，尤其是在喷发之前，泉水形成蓝色鸡蛋形状的时候，画面极其漂亮，仿佛是科幻电影里面的场景。I want to be really tight on that bub. And that bub was good.Where does it break? Oh, there it goes. It's quite a bit of like surface tension, it seems, is it?伦索伊斯马勒赫塞斯国家公园，沙漠中央的绿洲该有多美啊！但这只存在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干旱地区。然而，在伦索伊斯马勒赫塞斯国家公园，却到处都能看到。地处巴西东北部，这片155,000英亩的沙地并非沙漠，即使看起来。跟沙漠没有区别，毗邻亚马逊丛林，该地区降雨量与热带雨林持平，雨水积聚在沙丘之间，形成了成千上万条湖泊，一望无际，每条湖泊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态系统。尽管没有水源出入口，但许多湖泊里却有很多鱼，相信是海鸟把鱼卵带到了湖中。因为沙地缺乏营养，所以这里植被稀少，整个地貌看起来就像是把油倒进水里一样，互不相容。张掖丹霞地貌，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位于中国西南部，这里有许多独特的地貌，其中最令人惊艳的或许是这些彩虹山。红砂岩和自然矿物相结合，呈现出超现实的美感。该地貌形成于2400万年前，每一层颜色代表不同的矿物质，多年来沉积错落交替，最后形成了彩虹般的图案。风雨侵蚀又进一步给山峰润色。世界上只有中国存在这样的地貌，张掖丹霞地貌还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。别府温泉。日本别府是世界温泉风景区之一，这里有超过2500个温泉，数量排名世界第二，其中八大地域温泉尤为著名。这些独特的温泉分布在八个区域，取自此地域富含铁元素，这时的池水和蒸汽均呈深红色。其他的温泉比如龟山地域，池中饲养着80只鳄鱼。白池地域里含有硼酸，因此池水呈浓稠的乳白色，而鬼石方竹地域是一滩滩沸腾的热泥，仿佛像脑袋一样不断涌出地面。温泉也带来了商机，游客可以购买蔬菜，利用温泉的蒸汽煮熟，或者把鸡蛋直接放入池中。波浪谷，亚利桑那州沙漠上有一个地方，地面下掩埋着数千万年前的古老沙丘，直到几百万年前才露出地表。水的侵蚀作用使铁和矿物质暴露，风力水后将其表面打磨平滑，最终形成了光怪陆离的地貌。如果你偶然踏入此地，甚至会感到眼花缭乱。当然，这种事不常发生。美国土地管理局会尽量保障游客安全，因为这里的高温足以致命，而且人在其中非常容易迷路。